爹哋媽咪嘅感覺梗係唔會咁好噶啦，因為佢哋始終第一次嚟到美國，佢哋適應唔到呢度嘅環境，因為語言問題、地方問題，甚至工作問題，佢哋有一種好擔心嘅感覺，同時都覺得好開心，因為我哋能夠過到嚟美國。我哋要面對嘅嘢，甚至比我哋爹哋媽咪更加多。我哋爹哋媽咪只需要擔心我哋有冇地方住，但係我哋擔心嘅係我哋能唔能夠喺呢度揾到工作，我哋能唔能夠喺呢度讀到書。美國壓力少，你入到去入高中、大學，你都仲可以重新開始。香港係好大壓力，都好多人跳樓。但係香港，你讀完嗰飯，你就要出嚟揾嗰飯，你唔可以轉，因為香港冇咁多嘅機會俾你去轉。喺美國就揾工難，但係轉工易。香港就揾工易。揾工易你可以揾麥當勞，但係轉工難。更多嘅係我哋要去改變我哋嘅自己，我哋要適應呢個環境。以前在高中的時候沒什麼興趣，只是純粹跟班朋友在圖書館玩，跟著玩得很興奮，即沒目的地在那玩，在圖書館裡面做管理員的，但是其實更加覺得的是圖書館一個大家庭。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入了去學生會幫他們做了事情，但是學到的就是經驗。以為自己的興趣會是活動籌備，即是小時候有自己的夢想，說我一定要做警察，但是自從小時候戴眼鏡之後，大個都沒有想著這個夢想，只是形成了一種興趣，就是很喜歡看一些警匪片，告訴一班小的一班年輕人聽，就是你現在專注的東西未必是你將來找的，未必是將來你找到工作，即不要讓自己的生活變成一張白紙，你去畫一些色彩下去，even到你的興趣會改變，因為時間而改變，但是享受你現在做的事。去到有一天老師告訴我們我們要拍電影，當個 video 放在個大屏幕在個班上面放給其他人看，嗰刻就會覺得自己啊，我終於揾到自己的目標，我終於揾到自己的興趣，跟住去拍電影，去管 camera， 去管其他咁嘅嘢，跟住管完之後，自己 editing， 淨係放嗰個 video 嗰啲 subtitle， 就係中文嘅 subtitle 都 editing 到三日三夜，對住一班自己唔識嘅人，但係一定要同佢哋合作，亦都冇之前嗰種感覺話咁抗拒喺個 camera 嗰度，亦都冇嗰種唔舒服嗰種感覺做 editing， 亦都越做越開心。你會揾到一樣嘢係你自己中意去做，然之後 focus 喺嗰樣嘢，嗰樣嘢會帶。雖然嗰樣嘢唔可以保證你揾到食，但係佢能夠保證到你每一日做嘅嘢都會充實，同埋每一日嘅行程都會好緊迫，就中意嗰種感覺。揀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即系去到高中同埋小學讀嘅嘢，通常都唔係你自己想讀嘅嘢。咁但係去到大學，希望佢哋能夠揾到自己一個嘅興趣，揾到自己一個嘅立足一個點，然之後向嗰個點去進發。每適應每身邊每一個事物，去了解身邊每一個事物。當你大個咗三十幾歲，你就發現所有嘢都好美好。電影一樣嘢就係將唔同嘅生活上面唔同嘅細節放埋一齊，變成一個 story。我將我生活唔同嘅嘢放埋一齊，變成我而家呢個 story。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個 story， 將呢度成變成我哋嘅一個地方。